这边 Blackpink 炸鸡。哇，这是 Blackpink 哦，看还有音乐的哦。哎，这是什么？好像很特别哎。哎，美女，这个是我们新推出的菜色。谁在讲话？我在这边，我在这边。你在讲中文哦？我是华侨毕业的。哇，厉害！你要不要试我们新推出的菜色？我们有 Blackpink Chicken， 你要不要试看 ？Blackpink Chicken 是那种会跳舞那种啊？你进来吃就会知道了啊。OK 喽，进去看一下哦。哦，这也是它的新菜色，都很特别。黑色炸鸡，黑色的 sushi， 重点是这边食物都不超过20块，平靓正啦。食物新鲜制作，淋上酱料，再火烤一下，最后加个半生熟蛋。这个是我们的 salmon donburi。哇，火山造型的 donburi 有吃过吗？你看的蛋，咚一咚一，还在晃的哦。火山爆发，哇！第二次法捞蛋黄，它们鱼味很香，而且掺了很多蒜在上面，甜甜的，很好吃。这边 Blackpink 炸鸡，哇，这是 Blackpink 哦，看还有音乐的哦。Black fried omelette， 这个是我们的黑寿司。这些都是黑色系列的，你看我们的炸鸡是黑色的，连寿司也是黑色的，粉红色的酱。这个是 Lisa， 这个是 Jenny， 不好意思 Lisa， 我吃你先哈。那皮一停成一就知道很脆，然后那肉很 juicy， 那个酱呢是酸酸带一点甜甜，这样子很解腻哦。这 Omu Curry Rice 也是配一整个黑色的炸鸡腿耶，它这个 sushi 呢跟那个炸鸡一样，是用竹炭粉做出来的。来，开吃。基本上呢，吃起来是跟普通的 sushi 是一样的，不像你们在说香哦。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吃了过后牙齿变黑黑的。这个是牛肉拉面，这个是 Burger 牛肉火山 Donburi， 包你。哇，真的有。这牛肉饼是他们烘焙的，所以真的是特别香哎。这里还有很可爱的儿童餐，这个是叫 Genshin Milka 的拉面，小小玩的很 cute。他们现在还有新的气泡饮料跟 milkshake， 就是这个 chocolate milkshake， 一看就很吸引哦，很浓的 chocolate 味耶。哎，我知道很好跳，但是不要跳，我要给钱。OK，sorry。这个是你的一件哦，原来这边的食物每一样都不超过20块，平靓正啊！